兄弟姊妹平安，主日蒙恩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真心教会福建主日崇拜。今日的宣召经文是伫诗篇第118篇第28节到29节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尊你最高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的。请大家来同心祈祷。慈爱的天父，你是丰盛的主，予阮伫你的内面得到满足的恩望甲喜乐。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带阮来行伫你的真道上，学习甲操练各项的美德，予阮心灵得到安慰。阮愿意以诚实敬拜你，一生跟随你。阮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耶稣是我的救主，我要感谢耶稣。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的我心。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，感谢感谢耶稣的我心。耶稣是我救主，耶稣是我救主。
主的大慈爱，到永远未改变。主的爱，主的爱，我过山深大海，我要活好故乡伊。主的爱，我过山深大海，我要跳舞乌乐伊。我要寄望未着想未到，但我永远只想伊，只想主的大。丰盛的恩典，你就俄罗亚火花。我的心，你就俄罗亚火花，唔通忘记伊的恩惠，伊赦免你拢总的罪过。Yeah.
信息经文：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，要吹打馨波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爸得着饱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所听读伊话语的人。阿门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带领咱经过一礼拜的时间，现然。即阵换一款真正水的时间来亲近伊、敬拜伊、来合十上帝的话语，但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，请咱大家仰头祈祷。天主的主，我来感谢有罗你，仍然实在一呼一拜来到你面前，伊来合十你话语，感谢你所行人有你家己话语，因为你常常就透过你话语。嗯，咱来讲话，但愿伊会来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家己来引穿，也愿信心做咱的老师，开咱熟灵的耳根，叫阮会来明白了解上帝的教示，咱也好叫着会来对上帝的教示会来去行，叫阮伫主的面前正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咱安尼看你祈祷。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大家拢爱食物件，当咱肚枵的时阵，咱就爱食物件，是一件正常的一件代志。只要是证明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人，独独兄弟姊妹是一个有病的人，伊就对这食物就失去一个胃口。虽然有病的人，伊会知影伊需要食，因为伊需要营养，所以因做咧伊需要食。但是咧，因为伊患病，所以因做咧伊就无欢喜胃口。我相信咱大家人拢有安尼款的经历。啊，当咱患病的时阵，你可能摆伫咱的面前，有真正好食的物件，是咱上顶舒克吃的一块物件。但是咧，咱却对伊一块物件无胃口。那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咱身躯欠安，咱患病了就失去了这个胃口。那你看到有一块人啊，伊也是真正讨厌食，为什么呢？啊，那是因为伊人精神方面咧出了一块的问题，所以因做咧一看到物件，伊就不舒服食。这叫做什么叫有的人咱当然叫做这叫做厌食症。厌食症就是一看到一块食物，伊就讨厌，伊不舒服食，伊食袂落，是无？常常什么人会得到一块的厌食症呢？就是块少年人。伊人爱水，伊人卖肥，所以因做咧爱减肥吼，就是因做咧伊就比家己无爱食物件，所以因做咧长久的时间，伊那是无爱食物件时阵咧，一般般就变作一个厌食症。所以因做咧等于厌食的，如来如散的，就是就咧，有当时一肚枵，伊在肚枵，伊需要伊来去食物件，但是咧伊无变食。唔是伊卖食，伊是无变食。伊看到我会食物的时阵咧，伊就真正会一个反感。伊看到这食物的时阵，虽然摆伫伊面前是真正好食的我的物件，但是咧伊看到真正有痰啊，第一下一盘下顶边咧，会来去白所以因做咧伊话咧，这就是叫做厌食症。我相信兄弟姊妹，伫熟龄的方面，但真多。相信主的人也得到一寡的厌食症咱对上帝无渴望，咱对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道理、上帝的这真理咧，无有一寡的这个教示，无一寡的这渴望的这个心，所以因做咧兄弟姊妹，咱看到所以耶稣当耶稣甲咱讲，伊讲怎样咧渴望这上帝嘅人是有福气嘅乃是咱嚟知影，因为。独独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伊较会来去确保一寡的物件，好，伊就有一寡的熟龄好的一个胃口。兄弟姊妹，咱把
经历过到一个腰骨无好，就是真正会断腰无好。有当时，咱外爸是新加坡的一个所在，咱真正会忙吼啊，咱在食咩啊？三顿咧拢无烦恼，咱爱食啥物有真多一款物件。所以，阮做咧兄弟姊妹，虽然咱会知影腰骨的意思是啥物，但是咱实实在在无五百会来经过到啥物叫做腰骨，毋亲像兄弟姊妹有一款会真正。啊，上乡的一个国家，你看到啊，因啊无有食面，虽然就土家有那些只食面无解来分真正诶可怜诶一个啊，这环境，但是咱感谢上帝啊，伫咱新加坡，但是得到上帝真正诶大祝福啊，咱对这食面啊无有任何诶一个问题。那兄弟姊妹，当耶稣讲这。啊，这道理的时阵，伫耶稣诶，这时代时阵，遐哩，这腓力斯，为啊，这以色列诶，这所在，遐哩这边就是有当时食物会来去，会来去欠缺，啊，所以因做咧，因啊，食物对因来讲是真正诶，这次要，所以因做咧，当做耶稣讲这个道理的时阵咧，啊，咱看到吼，啊，因拢会来去了解什么诶，这意思。所以，因做咧咧看到上帝最后所讲，确保上帝诶，伊诶人是有福气诶人。什么叫做确保呢？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确保？啊，有一摆一个故事安尼款，会甲人讲。有一摆咧，有一个少年人，伊相信了主，哦，伊遵守爱来，较侪会来认捌主。伊常常听了牧师讲，咱就爱确保上帝，咱就爱确保上帝。但是伊未了解什么叫确保上帝，所以伊也毋知影爱怎样来去做。所以伊就即个哦，伊就传了，而伊去看这个啊，真正女中诶，一个基督徒啊，即个真正听做属灵诶，一个基督徒。伊讲啊，兄弟兄弟，什么叫做确保上帝咧？你会使甲我讲，什么叫做伊诶，一个确保诶，一个意思无？所以这个啊，这女中诶，这基督徒咧，就怎样咧，传了这少年人去到这海墘诶，一个所在。伊带伊入口伊水诶所在，伊通行到这水深诶所在，到伊这还到伊诶暗棍诶这所在，忽然间吼，这老诶基督徒，伊将这少年人诶头就压扳伫这水诶内面，顶扳伊内面，哇！伊少年人就一头伊来去挣扎，一头伊来挣扎，过了一段诶时间，吼，这个老基督徒就将这少年人诶对诶水吼伊来救起来。同一些退，一些少年人就点点的呼吸，所以就问一些老一些基督徒，伊讲，好，我问你啊，什么叫做确保一些意思？你带我来这所在，并且将我的头压扁在水内面啊，叫我无变会来呼吸啊，为什么你按你看你来做呢？所以这女中一些基督徒就问这少年人啊，来讲哈，当你的头在水内面，你想确保的是什么？我当年确保就是我爱呼吸啦，我爱有空气。哎，讲这就是确保的一个意思，这就是确保，就是咱心中安来得到安尼看。所以运作咧兄弟姊妹，咱吼就是爱亲像有一个确保的一个空气安尼看，安来确保上帝的旨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什么叫做上帝的旨咧？什么叫做确保上帝旨的意思是什么咧？兄弟姊妹。等咱相信耶稣的时阵，也伫即位耶稣无单单赦免咱的罪，耶稣并且咧开了一条的路，啊，叫咱会来透过耶稣去到上帝的所在，甲上帝会来建立美好的一个关系。等咱甲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阵咧，兄弟姊妹，咱爱活出怎样咧？上帝咧啊，活出一款的生命，咱爱来。对主的这个脚步会来行，所以咱单单只做牛主牵咱的手啊，来带咱的这个道路，咱爱来合适上帝，爱来确保上帝话语，咱单单只会来到上帝面前，会来敬拜上帝。咱单单只无论咱做什么物件，咱就爱问基督上帝主啊，你爱我做什么的啊？主啊，爱做这款的决定，你的意思是怎样的？兄弟姊妹，这个就是确保上帝的旨啊，就是咱实实在在啊，真正乐意啊，真正愿意的，怎样的啊来对主的脚步来行，啊来做上帝所喜悦的这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主来帮助咱，是无哈？真多这
渴慕上帝的义的人，好叫阮伫主的面前，咱正做一个有福气的一个人。请咱大家在下头祈祷，听管理主，我来感谢有努力，所幸人有你家己宝贝的话语，感谢主，今日接到这篇的信息。故事派会甲咱讲，爱怎样才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？主要说，行人有一个渴慕的一个心，渴慕会来明白你，渴慕你的话语，渴慕达达只，拢会来甲你做定价。感谢咱的主，听咱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愿上帝来祝福咱每一位听到的人平安。因为咱所有的这石头，不是每位体贴咱隆重的软弱，就是凡事平平有受气，那是无罪。所以咱就好打就近恩典的作为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最及时的帮助。愿耶和华赐福你，保护你。愿耶和华予伊的面的光照你，施恩予你。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你，赏赐你平安。阿门。Oh,
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Thank you.